七十一，二十四，七十，这样搭起来，我们来看效果。一个总会，猪肉吗？对，好，一个猪肉总会。哦，我带走。好，那你还要点吗？不用。谢谢。结果就买隔壁的美孚早餐，我也没买过，这家不知道为什么没开。不知道。好吧，现在坐了捷运。停满车，你看。我真的滑这一段，经过那个山林前面，状况很多，他们车都乱停。好，早安，到办公室我要泡咖啡。我今天带这个来 ，Bolden 的双层杯，这个是 Seven Eleven 它有做活动，然后好像集六点加400多块就可以买一个。那我因为我喜欢这个杯子啊，我会请我老婆帮我集，应该说我集的点数给他，钱给他，他就帮我买，对啊，因为他们办公室楼下就有 Seven，
那这个造型我没有，是413.5盎司，等于是400cc 的。因为我刚到办公室，我要泡咖啡，用这个来装。哇，像这种包装啊，我们是不是都要抠半天？那比较体贴的厂商，他在设计上面这边就会这样，你就可以这样子拉开。哦，那绝大部分我们都是要，哦，你们有开过这种包装知道，都是要这样抠。对啊，它比较贴心，这里留一个这个，就可以这样拿出来，打开。哎呦，恒隆行代理，哇，他跟恒隆行合作。我以前都是从美国直接买的，因为台湾这个杯子卖的好像不便宜，这如果买一组好像要1000多块。你看它是双层，所以双层杯的好处是你如果装冰的，或者是有冰块那种的，因为冰水内杯外杯内的有温差，就会结水滴。那你用双层杯的话就不会有水滴。那还有就是隔热，如果很烫的饮料啊，你手也不会烫，对，这是它的优点。然后下面有做排气孔，那排气孔的目的，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啊，大概就是你热下去，假设热或是冰下有温差，这中间可能会有，因为它里面如果密闭的话，空气是会有变化，可能会把杯子炸破掉，所以它设计下面有一个排气孔，打开好。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MC11，我买了一个月了，欸，我都没有拿出来用。这颗镜头是24-70，那这样搭起来，我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是16-35，但是我并不是转到最广角，所以在这个的24，而且我这颗镜头是有微距的，是有我昨天不是在讲说我没办法拍近吗？这个镜头有微距，哎，我们现在把它换过来试试看。Canon 的24-70对焦如何？哦，后面很糊哎，我觉得焦点好像没对到，没有像 Sony 的对的那么准。我刚换过来，好像还是
不是很清楚哦。对，好玩的，好玩。忽然想到，对啊，我昨天在找不到，因为这个它有个功能是切到 micro。好，它可以拍这么近。可是这样就糊掉了。现在比较清楚一点，对，刚刚没有对到焦，现在是用 Canon 的镜头， Canon 2470，那我们今天用这个拍拍看好了，好看效果。好，接下来时间1:22，我要开始忙，下午也有滑板要改，网购了，还有一些零星订单要处理。对，那今天应该是没有面交。1:48，又有时候送板子来，然后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我是订20张，为什么会来22张？灰色跟蓝色。哦，原来是有一个陈先生他订的，然后 Ales 顺便寄过来。那早知道我直接订就，对啊。好，没关系，接下来时间来改滑板。5:33，今天也没什么拍。我今天改了几张滑板，地上2张改好了。我改了几张滑板，然后有一位冯先生来面交他的 i3 Plus， 那刚好拿下去。其实我之后不会再帮人家送到这边，因为你知道现在有点麻烦。i3 Plus 像有些要报关，那我变成我要提供资料，而且我用我的名字去报关呢、啊，比较有机会被扣税。啊，这次运气不错，没有，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买 i3 Plus 寄到我这，可能会多一笔税金。对，那因为我豆子没，我们下去烘豆子。进来烘肯雅 AA。我在烘的过程是很香，大概是变色。比较深，还有那爆的声音就会降温，I must admit to some x-rayed thoughts of what I'd like to do to you. So I guess I can't see how bad it rhymes playing you for a fool. So I pick up the phone, dial your number on the phone to set things straight.Things come up, things go down. Make me turn back around. My spider sense screaming that I'm there. A big storm blew up. 用泡 espresso 加水，然后用刚刚烘的肯雅 AA 的豆子喝看。没有混啊，肯雅很多人都拿来泡单品手冲。那烘的比较深。就拿了 espresso， 对啊，但是它那个应该是有钻地的。
久没吃奶酥了。当然敢，没有什么不敢。下午茶好，今天是肯雅 AA。其实 ，espresso 手冲，应该不是 espresso 加水之后啊，我觉得味道也不错，不会输给手冲，真的，而且速度又快，手冲又慢慢弄，而且手冲的变速多，你冲的时间、磨的粗细都会影响你的风味。那我 espresso 机器就固定，那刻度我都不去动，都固定，速度又快。今天这个是助理去几分田买的奶酥面包，他买一个分一半。他现在用这个 Canon Canon 2470，我觉得好像还是 Sony 比较好，不知道你们觉得。不过那个镜头好大一颗，其实它 Looning Out 近的这么近，广角这是最广，哦24段，其实够用。我当初是完全没做功课去买这一支，16-35，那24-70在外出旅游的话是比较好用，可是你如果拍 vlog， 24这样手拿。太近了，对啊，我如果24这样拿，太近，这个16比较 OK， 矛盾，不过我还是想把它换回，既然都有这颗了，哇，那颗本来是配 Canon， 那 Canon 这台 ，Canon 这台6D， 对焦对不到， 6D 我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哎，这个是大概3年前买，其实我拍的不多， 6D， 那上面这个。闪光灯多的，然后我还有两只闪光灯，不知道可以卖多少。哎，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出价，可以出价。我实在不知道，因为留着是没什么用。有兴趣可以到粉丝团，给我出个价好了。6D 的8D没有镜头我应该要留下来了，所以就24-70会留着用。好。是，我把它换回来。哦，下午下了一阵雨，我昨天洗衣服，结果那衣服放在我们的露台下面，我向林友老婆说，衣服可能要重洗。就这样，有人是洗车都遇到下雨，我是洗衣服常常遇到下雨。来了，你来了，来，你刚睡起来对不对？在睡觉，伸懒腰，刚睡醒，好，刚睡醒，好吧，没关系，刚睡醒。
很喜欢我们这个店是不是、9:57出来了，没下雨。那个月亮好亮，好圆，跑6公里。重复，待会见。6:14公里，均速5分11秒，跑31分49秒，然后均心率162，我今天跑比较快，5分11秒，第23天进步很多。好，5分11秒，我差不多恢复以前长跑的时间。今天比较凉，跟天气凉也有关系，没那么热，因为下午下了一场雨。棒。然后今天那个跑很快的小女生有来跑，哇，真的跑很快，
这样一起跑，它超过我追不上，追不上。我如果追的话，我跑不完，因为会太累，很厉害。看它小小的跑。好，今天第二三天，然后没有因为下雨中断，很好。看了二三天都还没运动的你，有空还是要出来动。睡眠真的有差，今天睡了 double 的分量，精神就特好。好了，我去了。